嘿、hey, ，我是 NBA 大熊 March Bear。今天为什么会披上这一件呢？因为很冷，冷爆了。现在冷气上的温度只有21度，而且这是室内温度哦。等一下呢，我会放一个影片，就是我终于做了一个自己的片头，然后片头完结束以后才会开始正片。今天呢，要介绍的呢是我最近不小心出门扭了。扭蛋，而且还扭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总共是9颗扭蛋。前阵子没有拍影片，因为遇到了一些事情，小小的 ，you know， 就是自己问答了自己一些问题，然后后来决定，不行，我还是想要继续拍，不管是给观众，或者是这是一个给自己的留下来的影片的记录，接下来就是。看一下我的片头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来开箱我们的扭蛋吧。Hello， 那让我们来准备拆扭蛋吧。我呢，总共分成了1、2、3、4大类的扭蛋区。我把胶带全部都已经先拆掉了，因为拆胶带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。我们先来开第一个系列好了，这个是让我有点失心疯乱转的系列。它分成了一代跟二代，那我们先来拆一代。这个系列呢是12生肖。因为做了中国的12生肖，而且这一系列超可爱的，让我会失心疯，就是因为有这一只彩彩，我都要疯了。为了转彩彩，一直在转，可是都没有转到我要的。首先呢，转到了这一只，拆开来，它是一只马马，它是12生肖的马。然后接下来是这个，一样是暗紫。然后呢，它是一只我比较不喜欢的猴子。这一颗为什么不拆呢？是因为我已经把它先挂起来了。我拆开把它挂起来的老虎，这只老虎很可爱。我第一次转到它的时候，我很兴奋，没想到后面会多转一颗。不过这一颗，以后留着还是有用处啦。这个扭蛋挂起来真的很可爱，因为这样子可以带你出门。挂在包包，或者是像我这样挂在饮料的套子上面，也很可爱。那让我们接下来拆第二代吧。第二代啊，刚好2颗就中我最想要的，所以我就停下来。第一颗是，噔噔，三猪，这一只是12生肖里面的猪，超可爱。因为我们的小帮手呢是属猪的。那第二颗呢就是大熊的生肖蛇，它的蛇也好可爱哦。虽然我觉得。蛇算是里面长得比较可能大家比较不喜欢的，因为比较奇怪一点。不过呢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这一系列啊都很值得转，因为它一颗才60块，很便宜，而且它上色还蛮精致的，很不错。那第二弹呢是牛、兔、蛇、羊、鸡还有猪。好，我们的12生肖很快就结束了。然后第二个系列呢是，我一直很想买大型的，可是。大型的很贵，所以买不起。那看到转蛋啊，就可爱，就把它转回来了。啊，要组装，好吧。影片的下一阶段呢，就是把它立刻组装好。它总共2个颜色而已，很值得转。可是它一颗呢比较贵一点，它是300蛋，所以大概是台币100块一颗。好的。我组好了，因为它的组装比较需要一点时间，所以呢就用跳接的方式把它给组装起来。因为它的零件有一点小复杂，也不复杂，可是里面的球都要一个一个自己把它给弄下来，所以比较麻烦，我就直接剪接把它剪掉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哦。白球加红球，这是怎样？一次抽2颗。那这个呢？第一颗就是黄球了。黄球好像运气就不错，然后最大奖好像是金球的样子。白球，金球，金球终于出来了，阿达利！
中奖啦！好可怜，要抽这么多才会中金球。这些东西啊，可以来测测今天的运气，或者是朋友之间的小抽奖啊，还是说今天游戏要不要来抽一波，还是买一张乐透，都可以用这个来转一下。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不错的东西，我以后一定买大台的，太棒了，我超爱这个东西。这个啊，我不是运气很好，一次抽到两台不同颜色哦，我是因为朋友跟我一起抽，一起转。然后我就是直接先转，然后第二颗是同一个颜色，是一样这一个颜色。然后朋友抽了一颗以后中了这个颜色，我就拿这个颜色跟他换。啊，有朋友真是太好了，我不是幸运的，还好。那我们来猜最后一个吧。最后一个呢是假面骑士的，他总共有这些，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宇宙啊。然后这是欧子，然后这是牵牛星，然后这是电王跟哈密瓜。我其实最希望可以抽到最棒的组合，就是电王跟这个牵牛星的，因为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两只。可是，事与愿违，因为我已经有稍微看了一下，就是透过那蛋壳里面看一下，这一只呢是牵牛星，是我最爱的没有错。但是呢，噔噔，其实是他的大奖。这个是大奖，就是水果骑士。不过它好像零件也蛮多的。我们等一下就是煮好，然后跳给大家看。太了，把它给煮好了。可惜我的扭蛋的这里，它的头盔上面有一点被球给压歪了，还有林诺罗斯的武器也歪掉了。这个部分呢，跟大家提供一个小知识，如果扭蛋啊，扭到的时候它的零件被压歪了还是怎样，不要用力硬掰哦。这个其实泡水，泡热水以后稍微把它给拉回来，等它稍微冷却以后，它就会还原回你要的样子了。这个部分我改天找个时间再来泡一下热水还原一下。这个系列呢，它有可动哦，它做的小小的，可是它有可动哦。可动不大啦，就是手，就是他的手这里可以旋转，然后还有关节这里可以旋转，两只手都有可动。就以扭蛋来说，精致度还不错。而且刚刚仔细看了一下，他扭蛋啊，他的年份是2013年，好古早。然后他的下一蛋呢是2014年会发售，这个东西应该都绝版了啦，想要买也买不到了，因为刚好看到扭蛋店里面还剩下两颗，就想说赌一把好了。还好其中有一只是我爱的牵牛星 Zeros， 太好了，它一样都是有可动，可是就是武器歪掉了，而且拿不太住，我要哭了，可怜的 Zeros， 不管在哪里都会被虐。我今天开的牛蛋啊，总共就是这些生肖，然后也有抽奖轮，还有这个假面骑士系列的牛蛋。等一下我就会放上我那美美的旋转台，然后拉近一点，让你们看一下它的真正原貌是怎样。学过剪接，也没有正式的跟朋友或谁学过什么拍影片的技巧啊，这都是自己摸索来的。或许很生疏很粗糙，可是这也有点类似记录自己生活的一种片段嘛。不管之后有没有人看，我都会尽量就是继续拍下去，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，都欢迎你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分享，谢谢你们。我是 MB 大雄 Much Bear， 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